那要不叫李彦馨先唱首歌吧，李彦馨唱首歌。李彦馨唱首歌，你真的很搞怪哎。没有没有，这个真的是很尴尬。哎，你觉得毛不易怎么样？毛不易啊，就很好啊。怎么个好法？就是什么都好。嗯，对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是 CP 嘛，大家知道这个梗吗？这个线是飞起来的，就是来当心当心。我觉得大家也很难看到自己喜欢的偶像在这边调啊弄啊，就是一直在这弄，对不对？先是有声音没有吧？哦，原来真的是线的问题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可以了，但是好像线有点挡。好的，那我们把舞台交给您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，那就来个你说的对吧，好吧。总会走掉几个，有人曾经无话不说，现在不冷不热，该走的不回头，逃跑的不回头，我只是不爱动，活到现在没人懂，大不了就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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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的对，很少人见的快乐，你说的对，想放过我，哦哦哦哦，你说的对，他只是欲言过客。